这堂课程呢、啊，不要给大家太多压力，就是你们也不要给自己压力，只要你们开开心心，吃饱喝足，开心的回家才是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了吧？来，双手鼓掌。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队长上山进村，对不对？能力有多厉害？大家好，那很荣幸今天大家百忙中拨空，然后有这个热忱。班长讲的哈，那很多东西都在小细节，我们去注意。那很多东西，我们的力求精进，那去认真去对待。那也很高兴啊，各位学员、各位成员哈，还有所有助教跟老师们啊，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啊，这个圆满上衣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穿跨步。马上去上战场，马上做家人，我们直接就很方便的直接往后面。你们看到古董啊，或是我们一些美术馆，或是日本的一些古董馆藏，它会用一些明月，很大，那叫龙骨面，它比较柔软，看起来比较小，那叫龙骨面比较威猛，所以它是有分，就看它的样子，还有天空面比什么大。这个是不是说它就不好，也不是它最好，就是它做工是不同。毕竟人家是从战国时代一直延续下来，所以它有它的美感。它穿红色呀，都很好。它相对都是放在上面，颜色相对的比较红，相对之后我们还要拉到红色下，这一点要注意。有的是固定红，是没固定的，有的是开小。来，在那边，你猜一下，你猜。好。那你是很熟蹲呐？对吗？你是很少蹲呐？这个有这个大鹿角的，通常他上战场，鹿角是拔掉。你不要看那个大和去出去这么帅，出去回来还这么帅，不可能。啊，这个都是迷失的。其实真正的他上战场，他这个角是从会把它拔掉。来，好，站在旁边，到这个场去做完成哈。抽刀出来，直接就是中断，好，中断，哎，这样子要中断，好，这样中断，你可以试着用指中断，好，通过弓箭吧。八项，八项它主要用意就是随时加沙掌，这一招就是加沙掌，杀，这是加沙掌，好，接着我们就是中断，中断完之后，左脚再往前，左脚再往前，左脚再往前，然后上换，举到快举，这就是八项，举到进到常规了，这就是正确的一个手拿。那你会看到网络上。好像有一些大道的方式很花俏，比如说把